大家请坐。这一段就是啊，神秀大师的徒众们，请这一位啊行昌要来行刺于六祖啊。那我们都知道六祖啊。 他是有这个他心通啊，就是他有这个极深的禅定功夫啊，所以对于别人的心理，一起心一动念，他就晓得啦。 所以他是预知其事，因此他早就知道这一位行昌要来行刺。关于这个刺客是哪哪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到这里来？那六祖大师啊，他心如明镜啊，就是。 他能够对于这个啊外面的境界，他能够照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他就啊很了解啊。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啊。他也有了心理准备啊。 他就置金了食粮于坐间了、啊、就是他换了这个金啊，就是黄金了食粮，在他的这个起居间了、啊、到了这个夜幕时分了、啊，就是使夜幕。 夜幕就是到了晚上了。那行昌入主室啊，也就是说这一位刺客张、啊、行昌啊，进入到六祖的哦，可以说六祖的大师的这个禅堂来，他到。 桃西的六祖的禅堂来，将欲加害，也就是他要来刺杀他。那这时候，六祖啊，他怎么样啦？师啊，舒井就之啊，他就六祖就自己把脖子。 伸的长长的，就说：“好啊，你来砍啊！”啊，这时候，行昌啊，挥刀斩山了。他砍了三刀啊，他想要把他的脖子砍断了。但是，悉无所损啊，哎，就是六祖的脖子。 仍然是安好，也就是、嗯，虽然他砍了六祖的脖子三刀啊，但是六祖大师仍然如如不动啊，一点伤害都没有、嗯。这就是六祖在这里示现的。 一个神通啊！这时候六祖就说：“啊，正见是不邪呀、啊，邪见不正啊，只负如今，不负如命啊。”这也就是说，六祖讲啊。 真正的正见就是我们讲的正义之剑，他不会去乱砍人的、啊，他是啊不邪呀，他本身正见本身是很正的，他不会乱砍人呐、啊，而这个。 谁见了就不正了。那这时候只父如今啊，六祖就说啊：“我我在前世啊，当然有欠你银两啊，欠你银子。” 金子，啊，欠你十两黄金啊，但是不负如命啊，我并没有欠你我的命啊，所以你要啊要取我的命，当然没办法取走啊，所以他说，只负如金啊不负如命啊。 所以六祖讲这四句话，那来的这个人呢、啊，就是行昌啊，跟六祖大师啊是有一段姻缘啊，而这个行昌他不晓得六祖是清清楚楚啊，啊六祖。 在过去一生中啊，欠他的债啊，也就是欠他十两银子，而不欠他的命，就是不欠他命，所以呀、啊，嗯，这个刑场里砍了三刀啊，也伤不了毫发。 十两银子，那么我还给你啊，把前世对你的债务还给你。我只欠你钱啊，不欠你的命啊。所以，这就是讲到三世因果，行常不晓得，六祖之道所以。 当行昌砍了这三刀，六祖就讲出这四句话。这时候行昌惊扑啊，他一听啊，他砍也砍不下去，也对六祖毫发无伤啊。这时候，这一位张行昌一惊啊，就倒下去昏迷了。 他自己昏倒了，所以真的是佛佛在世，神人再来啊！久而荒书啊，就是经过很久，行常才苏醒过来。这时候，这一位刺客啊。 行忏啊，啊，苏醒以后，他就求哀悔过，啊，就是对于这个祖师啊，啊，他哀求啊，求哀就是哀求他啊，来来赦免他的过失啊，来忏悔他的过失啊，那么他就。 当时就表示，哦，他愿意来这里出家。这时候，施税与金啊，六祖就把这个十两银子拿给他，就说啊，如此去啊，恐途中翻害与如啊。 如可他日一行而来啊，所以这一段呢、啊，我们就知道六祖大师啊，他不是一个平常人啊。这一位行昌他自己犯了过失，听别人的坏话。 被别人来怂恿，要来行刺，那么他知道行刺无功啊，他就求忏悔，求大师原谅他的无知啊，因为他被小人蒙蔽了，而且他就发愿出家。 祖师把这十两银子给他，跟他说：“你赶快走啊！就是如此去啊！因为他说要花愿出家，但是祖师就告诉他：‘这十两银子你拿走啊！那你要赶快走啊！欠你钱啊。 一定要还钱呐、啊，欠你命，啊、嗯，要还命啊。所以说，钱还给他，你就赶快走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怕啊，六祖怕他底下的人晓得以后会加害于啊。 于你，就是指这个行仓啊，恐他的途状会加害于你啊。那我可以，我是可以原谅你啊，但是别人不会原谅你啊。你要想出家，想要来亲近，可以的。那么，啊。 你可以在他日一行而来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剃度啊，过一段时间再来啊。那这桩事情就不让大家知道。将来你来的时候啊。 无当摄受、啊，所以我也会非常的欢迎你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六祖大师啊，新包太虚、亮州沙界啊,啊，他啊，由于这件事情啊，他也度了一个人了、啊。啊，这时候行昌丙子萧顿。 就是这一位刺客张行昌啊，听到六族的啊指示啊，他就消遁，那半夜就走了，就是到天快亮的时候，他就走了，就离开了。那我们看看底下啊，就是他呢后投生。 出家，投生，也就是他去出家了啊，去找啊别的地方找人给他啊剃度啊，然后他具戒精进，他就具足啊，众戒啊，他受戒以后具足。 中罪，而且非常的精进啊！所以这一位刺客张行昌啊，经过这一段的经验，他要来行刺于六族啊，所以他才晓得、啊、佛法是真实不虚啊！ 啊，他不是假的，所以他就到别的地方遵照六祖啊的指示啊，他出家了，也受了戒，而且很精进，他呢依教奉行啊。但是这段时间他总是。 想要亲近六祖大师啊，所以啊，隔了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啊，有一天呢、啊，忽然想起来了，六祖当时曾经告诉我啊，叫我隔一段时期再去亲近他。 现在啊，已经有这么长的期限了，我应该到潮汐去参访他，所以他呢远来离景啊，也就是说，他一日啊一时之言呐、啊，有一天想到六祖告诉他的话，他就远来离景了、啊。 就是赶到潮汐来啊，礼啊，就是来礼拜这个祖师啊。诗曰啊，五九念如如来何晚啊？我已经想念你很久啦、啊，为什么你这么慢才来啊？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那么，啊，这一位行昌僧人就说、啊：“昨蒙和尚舍罪啊，也就是讲昨日，昨日当然不是昨天呐、啊，就是上一次啊，就是。” 城门和尚，啊，你不啊加罪于我啊，啊，你你舍了我的罪罪恶啊。今虽出家苦行啊，我今天呢、啊，现在啊，虽然已经出家来修这个苦行啊，终难报德啊。 啊，我这个出家苦行啊，还就竟没办法报答你这个恩德啊。这个“浊”就是前一次啊，所以我自己犯了大罪，蒙和尚慈悲啊，不追究这个事情啊，能原谅我，这就是。 和尚舍罪，我现在虽然出家苦行啊，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啊，而且我很用功啊，终难报德啊。也就是说，张行昌这一位刺客，他为什么出家？为什么出家？有那么样的精进、认真修行？ 这是六祖大师给他做的增上缘呐、啊，他视线这个啊神力不可思议，叫他真正明白了三世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了，所以他才能够认真修行呐、啊。那大师啊。 对他的恩德实在是太厚太厚了。他要是没有这个经历啊，他是不会觉悟的。而这个觉悟是真正的觉悟，不是泛泛的觉悟。对于这个真正的觉悟啊。 我们的在我们的净土宗里面呢、啊，各位也都听过，啊，就是不久以前，啊，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的律法非常严格啊，只要你是走私贩毒啊，一定要受绞刑啊，所以啊。 有有一个走私贩毒的罪人啊，就被判了绞刑了、啊。所以他这时候听到别人的开示，说：“你唯一就是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啊，告诉他要一心念佛啊。”所以。 这一位罪犯呢、啊，就一听呢、啊，就是他真正的觉悟了、啊，啊，这也就是他唯一能够走的一条路啊，不再去想东想西啊，嗯、哎，不再去想说他马上要受绞刑了、啊，他就一心念佛啊，啊结果到了绞刑那一天呢、啊。 他自己信心满满，一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自己也是很自在的接受绞刑啊。那他能够这样自在，就是他真正觉悟，真正往生西方啊。所以说这一位。 行昌啊，侠客，他也是受了六祖的啊，这个啊，随机呀、啊、教导啊，他才示现给他这个神力不可思议啊，才让这一位行昌来真正觉悟，所以啊，他才想到啊，真正。 来修行啊，修苦行啊，想要来报答六祖大师的恩德啊。那么他想要怎么报答了、啊？想来想去啊，啊，如果要报大师的恩德啊，就是其为传法度生乎啊，就是说大概只有传法。 就是来传法来度众生啊，才能够报大师恩德于万一啊。除此之外，恐怕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报老师的恩德啊。所以，这个是。 传法度生啊，这是真报恩呐、啊！就是真正报佛祖之恩啊，报父母之恩啊，报老师之恩啊。啊，这就是最重要，就是传法度生啊！所以，这就是最就近的报恩，彻底圆满的。 报恩呐、啊！好，底下我们讲到这一位行昌啊，他后来出家以后，他的名字就叫做智测禅师啊。所以在这里。 这一位智策禅师啊，来见了六祖以后，啊，他就告诉六祖啊，他要来报答啊祖师的恩德啊，其为传法啊，来度生啊。所以，当你花心呢、啊，要来传法度生啊，那么。 啊，你要用什么来弘法利生啊？当然，你自己要能够先成就自己呀、啊。你自己如果没有开悟，没有这个正德啊，是很难教化众生的。你有这个心啊。 但是你没有那个力、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所以你最重要啊，就是要来自度以后才能度他。所以不但是佛法对这个很重视啊，那世间的教学也不例外。所以说。 这一位智测禅师啊，他啊、呃、觉悟啦，所以他的修学过程啊、呃、当然他是修这个苦行啊他是先求自己要大彻大悟啊，那么他就跟我们的啊。呃 前面讲过的啊无尽藏比丘尼一样都是专攻内盘经啊所以他就这个内盘经里面的疑惑提出来请大师给他讲解所以说他告诉六祖说 弟子常览内盘经了，那么他有疑惑啊，他未晓常跟无常意，啊，就是对这个常跟无常啊的意义啊，他不清楚，那对于他的问题啊，我们在。 大涅盘经的第十三卷经文里面有几句话。由于这个经文相当长啊，我们只把这个重要的经文呐、啊，来提出来啊，告诉大家，在这里没办法将经文全部念出来。 那么经上说啊，善男子、啊，我观诸行悉皆无常啊，还有底下，佛性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是故名常啊。他还说，佛性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法，法即是常。又说如来即是生啊，生即是常啊。以是异故，从因生法，不明为常啊。是诸外道，无有一法。 不从音声啊所以啊智测禅师啊他看了这一段话他心里对于这个常无常搞不清楚啊什么是常什么是无常啊当然这里啊这个 那盘经上就说：“诸行悉皆无常，诸行啊，当然就是指这个宇宙之间的万华，就是指诸行啊，悉皆无常啊。”那么。 宇宙万华之所以是无常，因为宇宙万华都是因缘所生啊，因缘所生，所以它是无常。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 我们是动物之一啊，都是四大假和就是由于地水火风的假和啊，然后造出我们这个形体啊。那我们这个形体啊，所以说，既然是 因缘所生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生啊也是无常啊。就是说，反正自因缘所生就没有自信了、啊。这里讲的自信啊。

各位,看看,这个,东方的天空,啊,会出现了一片彩虹,啊,这个彩虹,那这个彩虹呢,也就是宇宙万华之一啊,那这个彩虹,啊,它也是因缘所生啊, 各位应该知道，这个彩虹它由什么所生啊,啊？就是它生成的要件一定要有啊这个啊这个雨滴啊，细细的雨滴啊，要有这个阳光啊，所以。 雨过天晴，空中还含有无量无边的雨滴啊，细细的雨滴啊。当它，啊，受到这个阳光啊，西边的阳光啊，也、欸、差不多都是在落日余晖啊。当它照到这些雨滴的时候，啊，这个雨滴产生了。 折射.那折射呢？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太阳光有七个颜色。那这个七个颜色就由于它折射的角度啊，我们才有这个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漂亮的彩虹啊。所以说，你说这个？ 诸行啊，讲这个彩虹啊，当然它是无常的，它是因缘所生啊。当这个缘啊解散了，如比如说阳光它西斜下山了，没有阳光了啊，那自然就看不到彩虹了啊。各位有。 在晚间看到彩虹吗？应该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不存在于这个夜间的，所以它是无常啊。那这个彩虹本身，哎，没有它的本性。彩虹它是原生的，是啊。 阳光跟水滴产生的折射出来的这个彩虹，它本身没有这个啊无这个自信，它没有它的本性，所以它是无常。所以这就是简单告诉我们的。 诸行世界无常，我们人也是六四大假合啊，所以人也是无常啊。人不能够啊，永远的啊，在这个宇宙世间永远存下来啊，啊这个四大会裂解啊。所以说。 啊这个诸行西界无常啊当然这是啊对于无常来说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而这个活性啊它是无声无灭啊也就是说活性 它就是我们宇宙万华的离体呀、啊。宇宙所以有万华，就是因为有佛性。一切万华皆由佛性而生啊。那没有这个离体呀、啊。 没有这个活性啊，它就无从产生万华。所以，这个活性也就是我们的啊觉性，我们的自信，就是宇宙的离体啊。所以六祖当年。 他开悟的时候，做到何其自信啊！本质清净啊，也就是说，讲这个佛性本来是清净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这个佛性是无生无灭的。何其自信，本。 不动摇啊，它是不会啊动摇的啊，不会改变的。何其自信啊，本质具足啊，也就是说，这个活性它是一切具足啊。虽然我们说啊、呃，本来是无一物，它却是。 具足一切，所以说本来无一物就是真空，具足一切就是妙有啊。所以说真空妙有就是我们自信，我们的佛性。所以另外就是何其自信能生万华，所以这些万华就是由。 自信所生啊，所以这里特地啊《涅盘经》告诉我们说，那么佛性是无生无灭的。那既然他这个无无生无灭，他是无来也无去啊。 所以说没有来，没有去啊！啊，自信本来如是啊！自信就是我们本觉啊，这个自信它是尽虚空片法界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讲，啊，我们科学。 发达，我们在今天非常的 lucky 啊，很幸运啊，每一个人手中都有智慧手机啊。但是，你的智慧手机，它本身啊，如果你没有把它接上这个 WiFi。Fi, WiFi 就是网络的这个啊、呃，这个网络，你没有把它接上 WiFi 的话，你的手机还是死死板板的。你如果到高山上，哎、欸，连不到 WiFi，你想要找这个到 Google 去找这个资料，它不会视线出来，对不对？所以说。 我们今天呢，可以把这个歪怀当作是来当作是我们活性来讲。那这个活性，当然它本身是尽虚空片化界。那这个歪怀，我们当然它是。 无生无灭，就是它存在虚空之中啊，无处不有啊。那我们的佛性也是一样啊，它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它无来也无去啊。所以说，我们。 我们这个手机，如果啊没有这个嗯 WiFi，它是没有办法有这个连接上网的功能啊。它是死板的一个一个手机而已啊，它没有任何作用。今天我们手机。 有作用，是因为你连上了 WiFi，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万华，它是因为它有连接上了佛性，它的连接上这个自信，所以它呢能生万华。 能够，它能够让你，哎、嗯，来对于宇宙世间万华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就是讲到啊佛性啊，所以它是。 无来无去，啊，故名常。所以说，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佛性即是如来啊。我们就是说，《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我们就是与生俱来。 我们就连接上啊这个宇宙的这个活性，所以呀、啊，我们一切众生啊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说啊，我们都具有这个。 我们都能够有这个佛性，我们都能够啊有佛性，我们呢才能够有生命啊。那我们都知道，佛性是与生俱来，但是我们人死了，佛性并不跟着我们死掉了。 活性是不生也不灭啊，在这里讲，活性即是如来啊，一切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那所以如来即是法，法就是佛法。 那在这里讲，那么这个佛法就是长啦、啊。那在这里当然啊，也是有他的疑问啦、啊。我们也都知知道，如来当然就是他如来如去啊，不来也不去啊，如来就是。 佛性，如来就是自信。但是，他这个华，嗯，当然对如来来说，如来当然是常啊。但是，我们对于啊法门啊，它并不是常啊。我们以后，我们在下堂课啊。 会再跟各位，啊、呃、详细的来介绍所谓这个这里讲的“佛性即是如来，如来即是法，法即是常、啊”，这是在《内盘经》上所说的。而这一位智测禅师啊，他是有对于这个常跟无常的意义。 他是不不太明了啊，他有疑惑啊。那么又说啊，如来即是生啊，生即是常啊，以是义故，从因生华，不明为常啊。是诸外道，无有义法。 不从因生啊，所以在《内盘经》的这一段啊，就是自测禅师他有不明了的地方啊，他有疑惑的地方啊，对于常无常的道理呀、啊，他不甚明了。 他就祈求这个六祖给他开示。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跟各位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各位同学。